没错，是美人鱼。杨帆，我花费了30年的时间研究美人鱼，今天终于为你证明了他们的存在。通知各部门，准备行动。组长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是啊，组长，这样就够了。他们醒来，一定会忘记关于人鱼的一切记忆。 船会顺着潮汐飘回他们的港口，与人类接触只会威胁到我们的家园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快！停火！换拔最强。 撤！小王子！